Cái mốt sinh ngày hả mà?哎，诺言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写你们的华语名字给我吗？写在 chat room 下可以吗？华语名字，一登跟诺言。赵诺言。林家，诶，你的俊是三点水哦，好巧，我没有写到单人旁呢。林家俊，家俊，三点水，好，谢谢，我们继续啊。怎样啊？哦，OK，所以我这个一开它的本能档案了啊，说，因它本能档案只有很简单罢了，因为 British 啊，不是 British，SBUB 它 take over 啊，它取代了当地官员的权利去收税啊，没有这个权利收，所以说他就去找 SBUB 谈判咯，但是这个谈判不成功啦，说谈判不成功，当然定是打起来的咯，所以马萨列呢？他去攻击这个 British 的 logi 啦，在葡萄牙，哎，然后他建堡垒在 run out 他自己的堡垒，然后我们 winner 固步的 run out。可以说他的发动很多人啊，这个马萨利很多人看的故事很多啊。OK，然后马萨洛也是啊，天哪！所以马萨利 after that 他又下去攻打另外一个地方叫安邦啊，在1897年。OK，然后 so 打上去。没办法嘛，so 他就 COVID 呢，他就就去来和这个马萨雷谈判，哎，你们搞到了这个地方，so 马萨雷的本奥干们达标达埃拉坦布南，so 这个 SBUB 呢，他就担心这个马萨雷呢，他继续攻击其他的地方，so 他就来和这个马萨雷 COVID 呢，他就和这个马萨雷进行谈判啦，在蒙嘎道，so 马萨雷呢。在这个谈判，大家都很好，OK，算是蛮成功的。所以这个马萨列呢，他就被允许去管理一个地区，这个 Daerah 我们叫坦布南这个地区啦。那在1898年，哎，他就答应，OK，马萨列，我让你这个地方给你去，然后你去管，就是要安抚这个马萨列啦。OK，但是呢。在1899年的时候呢，SBUB 呢，他第二门的巴蒂讲记，第二门的巴蒂讲记是不遵守诺言，哎，不遵守这个诺言呐、啊，哎，不遵守诺言，然后他 take over 这个本达贝兰坦布纳的话，他重新拿回这个坦布纳。OK，so、okay, SBUB 呢，他去攻打这个马萨列的这个堡垒呢，在坦布旦的这个马啊、这个堡垒叫特布，哎，坦布很大吗？还有一个堡垒在特布这个地方哦，是加勒博萨博萨人呢，就大型的去攻打这个马萨列。OK，然后在1900年，马萨列呢，很生可怜，他不过半，达兰普通博兰及坦布旦，在这坦布旦的对抗。马萨雷，他牺牲了，所以看几换人这些人呢，他们不遵守诺言，就讨厌那些不遵守诺言的人了。SBUB 还不遵守诺言啊，但是都给他了吗？他不遵守诺言哦，反而还要去攻打人家。其实我是觉得还是一个 strategy 的，可能是不是要让这个马萨雷放下那个戒备啊，放下戒备呢，所以他就更容易去动打这个马萨雷，这个特务是不是这样子可能呢？因为放下那个戒备心啊。那你发现戒备心的时候，你对这敌人呢，
因为是你就觉得，嗯，现在 HBB 来跟我谈判了吗？他让我们去执政了吗？证明是说，他应该是在目前为止，他应该是不会来攻打我们了的咯。他在这个戒备心就放下了。那你知道的，隔了一年，一年半好玩，他98年，隔了一年吧，他就去不遵守那个，他就大兴了，带很多的兵去攻打他的堡垒，到最后马赛雷死掉。嗯，多么坏！你看这种外国人，嗯，看到讨厌。对，说的你看啊，虽然讲巴萨咧，他在那个德蒙宫啊，德蒙宫不啦，丹布纳这边的话牺牲了，但是马萨咧的破转案没有就因此而结束，哎，没有因此而结束。等于说我跟你讲，马萨多还有马萨咧呢，他有关系，说他这边呢。他的本庄案没有因此马萨利死掉了哦，就 stop 了，没有了。但是他的这个对抗呢，还有人接班的嘛，有人 continue 他的这个本庄案，也就是他的跟班，就是马萨多，这还有卡蒙达，在萨巴，来接班的话，继续他的奋斗。你杀掉我们的歹楼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帮我们歹楼继续对抗马萨多。所以马萨多，我们就要去看另外一个人。马萨多呢？诶，他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啊啊那种开来费，不是哦。马萨多呢，其实是马萨勒的欧朗橄榄，还有科多勒的呢。那时候欧朗橄榄嘛，就是助手啊。欧朗橄榄是助手，啊，就是他身边的最得力的助手啊，还有科多勒啊。那么啥嘞？哎，所以当时是那沙豆呢，他是负责去保护古墓马萨嘞的提巴巴这边呢，因为他们打仗的是这样嘛，有很多堡垒，堡垒你知道堡垒吗？看打仗以前他们围起来一个地方，然后建高高的塔，然后放兵士这边呢，那个叫堡垒，那个叫古墓啦，啊，说他守着这个古墓马萨嘞在提巴巴。说马萨多呢，我都不看本名病呢，他是卡达山读出来的。诶，萨瓦就是卡达山人嘛，哈，卡达山读出的坦布纳，那迪格纳利是把叫马萨多啦。嗯，他的名字。给、okay, 说本就不能当马萨多，看我们不专干科达丹达纳阿黑，说他要捍卫他的这个他的祖国，达纳也就是他自己祖国的这个主权呐、啊，科达丹，跟延续这个马萨列的奋斗。哎，After Masale 去世，所以这个是两个他的本爵啦。哎，我们本庄可到了丹根，Menerus 本庄案，Masale 给这个呢，Aslepas 跟 Masale，这是你们可以自己写这样写啦。等会我用比较简单的字来，我们记得就是延续 Masale 的奋斗跟捍卫他的这个主权。OK，所、so, 以我来我看一下他的 ratio 本的档案，三点。OK，第一个呢，一开始他就建那个堡垒啦，啊，在甘崩卡帕扬拉玛坦布南，这个甘崩卡帕扬啊拉玛坦布南呢，是靠近沙列的这个堡垒咯，在提巴巴这边呢，他就建了一个堡垒在那边咯。OK，所、so, 以为什么还要建这个堡垒呢？在这个提啊这个。甘崩卡帕亚拉玛坦布南是为了要 melambatkan serangan British 啊，melambatkan serangan 啊，那个 serangan 是什么？他要减缓啊，就是减缓那个 British，因为他主要的是还要攻打那个马萨雷嘛，啊马萨雷嘛，所以他就建这个堡垒，就是挡在他前面呐、啊。的意思说，他建的瀑布就挡在前面，让这个 British 啊、这个啊、SBUB 呢，比较慢去攻打他们咯。OK，so 在1900年的 British 不是和马拿马干这个马萨多还有马萨勒，说马萨多南北一个人马拉利干迪米迪苏埃孙苏隆，他们跑掉了。说马萨多不加温马拿湾古达，哎，他算他也是有一些地方还是打赢，他占领到古达啦。哎，但是呢，British 他还击，到最后他也是一样的牺牲掉。他的故事，所以在这本呢，他的故事呢，我们后面也是会讲到啊，我们用了什么 strategies，啊，用了什么 strategies，然后啊，去
减缓这个本能档案呢、啊。说玛莎都有在他的故事里面后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还有画那个图片啊，什么什么堡垒，什么堡垒，什么堡垒这样。OK，说到最后呢，玛莎都也是一样，跟这个玛莎烈的下场是同样的，就是一等的。Okay. 死掉了他，所以这些地方的名字是你要记哦，就是没有办法，那个靠记的，很多地盘，他打什么地盘，攻打什么地盘，拿回什么地盘，在什么地方死，这些多少年死，这个你要去看。嗯，我这边能够跟你解释啦，几多年几多年，他做了什么事情。OK，last one for today。我们讲另外一个查的本的档案，OK，这个全部看我们讲的全部都是对抗、对抗、对抗、打仗、打仗、打仗的啦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就是 Menchaba Perjanjian，Menchaba 是要挑战啊，挑战这一个合约，OK，所以我们看啊，British 呢，他们将不档案在 Negeri Melayu 呢 disahkan，给 disahkan 就是合法化啦。话呢，透过 perjanjian yang dimeterai dengan permintaan tempatan，对不对？Richard 很尖的，他为了达到目的呢，他一步一步的强迫当地的本本萨也好，当地的苏丹也好，怎样呢？去签那个 agreement 呐、啊？哎，有一些可能是被迫的情况下呢，签了这个合约。或者是有一些是受骗的、被骗的，而签的合约；有一些是他完全不了解合约的内容，他们被签就签了这个合约咯。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些本本萨呢，他们就开始讲呢，去挑战这个他们之前所签下的这个 perjanjian。Setelah menyedari kehadiran residen, 还有 penasihat British bukan setakat memberi nasihat。tetapi menguasai pentadbiran. Ni kan omio, tapi British lah ha campur sisi Sudan ah, sign ini perjanjian, terima kasih resident, dan for negeri-negeri tidak bersekutu, terima kasih penasihat mah. Resident is for negeri-negeri bersekutu de mah, betul tak? Oh, sebelum kita cakap, tapi Sudan ini jadi, tapi dia dengar, British cakap, kita hanya bagi apa ni? Bagi consult, bagi consultant, bagi anda saran, nasihat sahaja. 但是相反的，嗨，Felicia 才进来呀、啊，没关系，没关系，等下你听前面啊，前面等下我再你们再看回，诶，他去 German 啊，我 I thought 他去 Australia，他去 Germany，OK，我有看到他坐飞机，他 check in 这些地方，OK，好，看这边啊，So，诶，他讲不单单不是只是给他写报罗，反而去 control 掌控了他们的行政。OK，so，当然是导致到苏丹还有本巴萨不满意咯。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有一个人叫做 Dato' Maharajarela。啊，这个 Dato' Maharajarela 呢，他就是以为其中一个呢去挑战，来勇敢带领我们讲人民呢去挑战之前他和 British 所签下的这个 agreement 啊合约。OK。So, Dato' Maharajarela，我们来看啊，最后一点的这个。So, Dato' Maharajarela 呢，他是Perak 在 Perak orang besar berlapan 啊 Perak，然后当时他是巴西沙拉的一个本葫芦啦。OK，So、okay, 这个你们继续看呢、啊，他是什么 Raja Bugis dari Sulawesi Dayang Sari 的后代来的啦，所、so, 以他是来头不小啦，Dato' Maharajarela，就等于说他名字。都那么大，大都马哈拉加雷了，马哈拉加。所以我们看为什么大都马哈拉加雷了，他有去对抗呢？第一，他对抗 British，因为 resident 哦，他 take over resident，mengambil alih kuasa Sudan，这个是第一个原因。resident 取代的 Sudan 的地位咯，resident 很大嘛，权力嘛，在哪个地方是古都。第二，British mengambil hak mengutip cukai。第二个是关于到税务的，第三，resident British 就是那个 JWW Birch，他讲呢，mencabuli adat resam，
orang Melayu. Mencabuli 的就是他侵犯了，mencabuli 那个叫侵犯，他侵犯了马来人的习俗，不尊重的意思啦。啊，这个侵犯的意思是不尊重，不 respect 啊。啊，这个 adat resam orang Melayu，所以这三个音啊，全部都是关于到有两个是关于 resident 的 resident，他。take over 苏丹的这个行政管理权利，然后 resident 他不尊重这个侵犯了这个Adat Resam，跟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收税了。OK，来，我们来看，好，我们看那个他的对抗啊。So Dato Mahajanvela，这故事很好听啊，这个不是很好听，就很有趣一下，对吧？在1874年呢，苏丹阿卜杜拉，这个苏丹啊，苏丹阿卜杜拉，还有本巴山 Perak 呢。OK，本巴萨 Perak 呢？他就蒙古巴，蒙古巴是其实叫请啊，聘请啊。这个 Alsiwood，也就是本瓜嘛，律师呢，dari Pulau Pinang untuk memasukkan perjanjian Bangko namun gagal，因为当时苏丹阿卜杜拉还有跟这个 British Channel 这个合约在绑perjanjian Bangko，另外还影响嘛 perjanjian Bangko。再透过 perjanjian Bangko，苏丹 Perak 必须要menerima 那个 resident 嘛。So after 这个苏丹阿卜杜拉他就不爽了，他不满意，其实他不卑鄙之下的签了，So 他聘请这个律师去打官司啦，去挑战，so that 可以慢慢说干叫慢慢要废除啦，废除掉这一个合约。So 但是呢，你觉得哪里可能 British 哪里可能给你赢，对不对？Namun gagal 失败，So 卑鄙之下他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本来他们用正当的途径去挑战那个合约嘛。OK，so、okay, 你看接下来失败吗？他请律师也没有办法哦。So Sultan Abdullah 呢，telah mengadakan beberapa mesyuarat sulit. Mesyuarat sulit 呢，我们叫做秘密的这个会议啊。Mesyuarat sulit 啊，我们叫秘密会议，也就是没有人懂的。Dengan pembesarnya。所以他们就偷偷的啦，哎，开了这个秘密的会议和他的大臣。其实所有开会呢，resident 一定要出席的嘛，对不对？因为 resident 掌管了他们的行政管理嘛。说但是苏丹阿卜杜拉呢，他就偷偷的和他的大臣们开这个会议。开会议什么呢？就是要怎样，membincangkan pakatan menghapuskan JWW budget。他们要这个计划的嘛，计划要把。这个 resident 当时的第一个 resident Perak resident 就是 JWW Birch，把他怎样咔嚓杀掉啊？他们秘密会议，苏丹图拉跟他本本上，哎，我们讨论有什么方法要把这个 JWW 杀掉。OK，来，So 在1875年的11月2号，JWW 好死不死，为啥命运注定啊？JWW Birch 啊，The Iringi oleh Lieutenant Abbott Mat Ashad。也就是他的祖鲁巴哈萨，但是巴苏干等的热第八的萨啊萨拉，这个是什么？Lieutenant Abbott 就是怎么什么阿萨拉和他的，还有他的翻译员呐、他的官员呐、还有一个军队啦去到巴塞萨拉，为什么呢？要去 menampar surat pengisytiharan pengambilan 这个 hak pengambilan juga oleh British，懂吗？这个 WBS 呢，哇，他很紧张哦，带一支军队，他的翻译员，他去到这个地方，要贴那个 notice 啊，贴那个通告，贴那个通告，那个通告里面讲什么呢？人家更加生气了，他贴了通告讲，给从此以后呢，收税，British 有这个权利收税，这个通告告诉人民，他们要跟人民讲吗？是，OK，so、okay? 在这边呢，你看突然间有没有祖鲁巴哈萨这边，祖鲁巴哈萨就是翻译员，OK。我们讲到 Birch 呢，他又不是讲到有一个那个resident British 呢，这个就是这个 Birch 啊，很不受当地人的欢迎。OK，原因是第一，他不会讲马来文，诶，其他的 resident 会讲马来文，他不会，所以他去到哪里呢，他就带他祖鲁巴哈萨。第二，他不了解马来人的习俗，That's why 他侵犯了马来人的习俗。哎，马来习俗包括了像那个我们讲，他们当时以前古代人他们有一种汉巴制度嘛，对不对？他取代他们，他不尊重，他废除掉这个习俗。
说马来人很讨厌哦。然后再加上哇，他又帮 British 贴了通告讲他 resident 现在有权利收税嘛。OK，so、okay, that 他去到这个地方那一天呢，在11月2号在巴谢沙拉。说、so, 当时个森巴旦哦，这一个个森巴旦就是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啊。The guna oleh Datuk Maharaja hai pengikutnya membunuh Jebel Berge. So, 讲在巴西沙拉呢，Datuk Maharaja 呢和他的跟班趁机会呢在巴西沙拉就，因为他在外面嘛，他趁机会哇，大家冲去把这个 Jebel Berge 掉。所以在我们的国家的历史中，唯一一个 resident British 呢被杀掉的人就是他 Jebel Berge 被杀掉。但是你看啊，哎，他们把这 Birch 啊 resident 杀掉了，达杜马加瑞拉的下场也不是很好啊。你看，达杜马加瑞拉、达杜萨罗、潘达印度、舍布布呢，这几个人呢，都怎样被判死刑？李加多胡公安甘洞啊，把的1877年，甘洞命就是吊颈。喂，哎，他吊颈还不用紧呢。他还把他尸体去蒙埃拉啊，拖啊，在整个城市让人家看到，他讲你们对抗不一致，就是他们跟他们一样下场，导致马加雷拉。然后还有一个人呢，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苏丹阿卜拉，苏丹阿卜拉也是不是有份参与这个秘密的机会嘛？秘密的这个啊，我们讲密谋啊，想要把这个被杀掉吗？所、so, 以因此呢，British 呢报复，他就把这个苏丹阿卜拉。Raja Ismail，还有阿 Ibrahim，全部讲呢，把他们丢掉。Wang Negeri，也就是说，British，你看呢、啊，他多么的坏呀、啊！他连苏丹 Perak 他都可以把他废除掉，他直接把他们抓起来。哎，但是不像他抓达杜马加勒，毕竟他是王嘛。他把他苏丹阿卜杜拉还有他的家人，把叫 Ismail 啊 Ibrahim 全部坐船，把他们载到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去到你，去到马达加斯加一个地方，非洲一个地方，把他丢在那边。我给你看啊，他的马杆，应该是有他的照片，就是我们的国家历史中的第一个苏丹，唯一苏丹被丢掉的。哎，我要写什么名字啊？苏打曼他是不是？哎，苏打不多啦。啊，普拉什啊，不是，他在普拉什杰里斯，什杰里斯。啊。嗯，这非洲的一个岛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它的一个，照片没有啊？这个是达赖马拉 U，布拉吉利是这边，大概5000多 km 嘛、啊，他去到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那边去到这边一个岛，布拉吉利斯，刚好靠近马达加斯加非洲那一个地方啦、啊，索马里亚、肯尼亚这边。丢在这边，在科布兰斯切利斯。啊，然后，哇，其实还有每一年，他那边讲呢，瓦勒布迪邦的格里哦，他每一年都写信给这个 Queen Victoria 去谋谋换这个巴勒巴山的安布兰，但是呢，没有被拿回去了。嗯，到最后有回到去嘞，你不让你不让干啊，可能给别人，你再搞他干啥？这个人，
Okay, possession is such a list。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历史啦，如果你想要的话，它的谷歌啊，你可以去谷歌它在什么地方，那个它以前住的地方，它可能像当做是像去度假这样哦，被丢过去，不知道 such a list。OK，我的房，这个就是唯一一个去挑战这个不讲讲的。但是还是失败了。但是你看，虽然讲他们失败，但是他们也是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嘛？啊，成功的把这个 resident 杀掉，他们讨厌的 resident，但是他们的代价很大啦。啊，苏丹被旺那个里，然后达多马哈加维拉全部被杀掉，被判死刑了。OK，然后剩下的不恩档案，我们下一次再讲啦。啊，然后我们再去看第二卡的格桑，大概格桑是什么？是什么达贝兰？然后这些就该去改了啊！这些看了他们为什么反对？更详细的，我们去看原因，这些人去对抗。哎，这边讲到看达多马哈加贝拉这些，哦。多少次会议之后啊，他们讲把他杀掉，所以前面的只是我们跟你讲他用了什么法斗的一些故事情节，后面我们还是会更详细的讲解啦。Alright，不对吧？OK，我就先到这里。那个谁啊，弗里夏，等一下我会把它 upload 上去啦，在 Google Classroom 那边啊，所以你可以看前面的上半段。好，我就到这里先，你们可以下课了。OK，中秋节快乐啊，See you。嗯，拜拜。